我是毛德华，我在义乌，我在浙江义乌，我在浙江义乌的北下珠。很多人可能对这边不是很了解，看到我背后没有？我准备带大家进去逛呀，走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别看楼有点破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。这里是电商聚集处，看见没有？前面很多楼都是搞电商的。我们去进去看一下里面什么情况。这里车还是可以的，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电商带货带点什么东西，但我看到有几辆车停在门口，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搞搞。这边好像这种三轮车也很多，适合快递拉货用，好像是这样的。给你们拍一下，这两边全是这种一件代发什么什么，一手货源对接，厂家直销。觉得大家想做生意可以来这边操作一下，感觉货很多，然后豪车也很多，说明这个东西有搞头，不然这些车也买不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看到没有，都没有很挫的车，这边全是，满大街都是。全是货，货和豪车，这就是财富密码，厉害了。